机呢？因为我们要让它烧，它就会像花枝一样卷起来。老师，它剪太里面了啦。没关系，它有个人的风格。你看看我。怎么烧啊？老师，他带手机啊。哦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卷起来了。我也卷起来了。失败了。我听。你先那么短。看谁啊？算谁。我就会好好啦。我个根本真会下去啦。不走，骑脚车哟。几台？你要到少车哟，我到三四台啦。三日了。好啦。好了，上课不可以讲电话，关掉。老师，我们倒来。老师，我们倒来了。关掉。关谁啊？谁打给你？我妈鸡，黄立成。你不要再闹了哦。我跟你闹，你问我回答你而已啊。哦，你们超爱相处的，拍到你。赶快剪啊！做那个灯笼胶提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不然的呀。啊，我跨手的，笑起来呀！你气死的，唔知我老爸老母叫来下，我从啥？叫来下教老师的哟。你袂使安尼。我领导啊，你是领导的。讲国语无听不懂。好，然后那个准备那个蜡烛，你们有没有？哎，拿到你的。提我的，蜡烛，然后准备那个双面胶，把蜡烛粘在这个叫什么灯笼的最下面，这样就会亮了。是啊，贴反了，没办法贴。罗小祥。啊，煞袂记哦。把你棒棒糖没收喽。那你没收没干嘛？送给他们拿去网拍啊。网拍。好。哎呦，一直拿你。你点电话你家。你有桌子呢。好嘛，好。黄小鬼，你干嘛？黄小鬼。你大喊了，已经赶快安尼啦，更欺负啦。刚过年不可以这样玩，不吉利。好，然后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哨子？注意，你们也要说注意啊！注意，不行，你们要说注意。给老师，有没有人要？是哎，这么危险吗？像是像也都唔知啊。我是红色，好啊，橘色哎。我说注意，要不要注意？注意什么啊？注意听我讲话。哦，我们听了。好，注意。注意。还要吗？要。哪一个是你的？我红的。好。来。不可以这样随便丢，要放电。好。我爸叫我的啊。来，哨子，拿着哨子。你又没有哨子哦？哦，在嘴巴上面。好，然后准备打洞机，剪掉啊！你没剪刀，来。叫快点。这节老师特定看你的夹刀，啊，给我们剪掉。我们要用什么剪掉？对不起。那咧做代志啊，这好办嘞。对不起嘛。哎，这位先生啊，你是哪一家家具的啊？长胡子。哦，你好像灯具哦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一起来画。哦，一起来画。腮红。
哎、欸，阿老伯啊，啊你干哪？啊你玩小人哟？谁这边白白，没有什么轮廓。爸，我本来就是，快想办法，你给我处理哦。好，我来处理。来呀！好了好了，你看吧，自己要这样玩。好，然后打洞机把这个灯笼东南西北打洞，这样就穿过去啦。啊！你洗多了。不可以这样，要跟同学好好相处。刚刚对不起。快点啊！快点，麦克风形象啊，快点。你怎么那么三岁就变身了？好早，你好早熟哦。还有些地方更早熟的。哪里？哎。哪里？你说说看啊。你说看啊，你说说看啊，你说说看、啊。我今天后面没有小朋友，我都敢讲哦。你说说看啊。算了。来来来，有穿尿布的起立。哎，坐好了哎，豆角都坐好了，好棒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啊！耶、yeah ！好，来，罗小鬼好棒，你要负责帮同学换尿布。教室好乱哦，我们教室好乱。